最近推出的幻影5V2让我感觉有点不像是低端支线了。整双鞋子几个亮点我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简单来给兄弟们分享一下。首先中央鞋子也是在中段增加了两组绑带，去增加了一个中段的锁定，整双鞋子一个锁定效果有点类似于它这个侧标的这个小标识。然后整双鞋子它的一个鞋面透气性 TPU 纱的，然后连鞋舌也是非常透气的，所以双鞋子夏天穿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整双鞋子一个质感，我这个配色呢有点这种浅蓝色，然后侧边的LiNing就是尾的 logo 有这种水珠的一个样式，拿在手上质感真的非常不错啊。然后中央鞋子它的一个鞋垫也是之前很多人诟病的这个泵鞋垫，虽然说穿进去之后它可能会造成那种袜子去有一个皱起来的一个比较难受啊，但是如果你能够顺利穿进去，它这个脚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有点类似于伽马上用到的那种泵鞋垫，不过中央鞋子它的一个厚度要比伽马上厚上不少。然后就是底层框架是用了一个LiNing Plus， 中央鞋子刚才上脚试了一下，由于这个鞋垫的原因啊，所以脚感非常不错。那中央鞋子就是低帮版本啊，之后如果能跟高帮一样来到2到3开，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入手尝试。